fish and chip， 然后还有 calamari 薯条，这样还有酱油仔 ，French toast， 对，还有 pistachio cream， 嗯 ，banana， 看起来很棒，亲。I never felt tomorrow closing in this fast. Oh, I guess time's in a rush. Leaves are falling down, but at least they grow back. While I'm on a one-way track. Now I know what it means to grow.是其中一间 cathedral，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。一方到啦，给大家看，我点的是什么冬瓜乌龙茶，超好喝。倩萍点的是我想一下，百香果绿茶，百香果绿茶好吗？耶，不错。这火车站也太漂亮。我们要搭的是第二个那个1:20的，现在在等巴士来，我们就要等一个40分钟。我们现在躲在一个阴凉处等，可是很漂亮哦。你看那个山，我猜这个花是那个香香的花，因为我们走在路上一直飘来那种香香的花香味。出发！喂，你的不好观众会被骂哦。老笑，这是喜普拉摩，这样好奇怪的场景。水果买票，哇哦，锵锵，学生价4块，大饼上贴很可爱，你看，还有这个小篮子的。
这样问啊。在这个地方告诉妈妈，你还有什么可爱的小店？耶，我也要对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哦哟，公主请喝水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公主来喝水吗？公主请妈妈喝水。哈哈哈哈哈！戴个手链，很好看呢。各位，我上瘾哦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这个比刚那个好看，比刚那个贵耶，可是这个很好看。对，你看，你过来，过来。Wow, it's real flower. Wow, 天哪，这个小店太推荐你们来逛，它的每一个画都是他自己画的。拉芬达的嘞。天哪，这颜色是我的最爱，好梦幻。对，还好。如果当过，很好。可是是 OK 的，就是香香加酸酸。嗯。妈妈又来问说，阿边，我们到家了，哇，我被摧残到乱七八糟。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煮晚餐。哎呀，真是大到你。对。锵锵，我们来准备我们的晚餐。我们的晚餐是。Spaghetti 我们有番茄，有 mushroom garlic blah, 青菜，还有一个，还有这个肉切吧，切好像比较容易，就是你要切一小个一小个的，还是你要大小大小的啊？可以，这种Malaysian煮法那种，对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吃一些那种。看我们在意大利，不然人家给他吃吗？真的。哎，你的 spaghetti 怎么煮到这样啊？我们的倩倩下厨日记。哇，我们的晚餐是不是很棒？哇塞，我们的。亲。OOTD 已经是非常的酷 girl， 噔噔！我现在要上楼拿个外套，因为刚下楼发现很冷。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去那个 bakery 店，给大家看我们叫的，这个是 matcha croissant， 他们讲很好吃的，这是 Swiss， 里面有 chocolate 跟 vanilla cream， 这个是嫩嫩的法棍，嫩嫩的法棍 ，OK。看我们芊芊今天穿到多么漂亮，如何？你把 focus 还要 focus 一点。啊，这两个这样，最大嘛就是十。这是桃桃水果茶，看起来真的很不错，它里面都是 peach。在干嘛？嗯，好挤呀，刚刚超多人，我们挤出来啊。我们现在可能是无网络人士，锵锵又解锁新的一个国家，无网络国家，哎不是，是我们没有网络，不是还没有网络。我们现在要看一个大地图，你看我们要去哪里，哦，好看，
我们刚一路爬坡上来呀，整个就超级有钱的感觉，天哪，它有一种欧洲版的新加坡的感觉，好美。这是卡西诺耶，啊，卡西诺出来的这个角度看到是这样啊，超漂亮耶。我们进来卡西诺啦，哇塞，我们来这里拿个地图，顺便拿个护照。我们拿到护照啦，是这样的，盖个日期给我们。看到这个是妈妈还是爸爸？爸爸带的话哦，会把他们全部带进龙缸里面啊。你看过那个 video 吗？超可爱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沿着海岸线走到那个王子宫殿，然后再去 F1 的赛车场，然后还有没有人？好像就是大概是这样，还有什么 Old Town 什么这样的地方。然后现在是下午的2:10，我们现在要撤了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门特要去。I don't know where she came from, kinda turned me upside down, I just don't know what to do. I wanna spend the night at hers, and bring her one of my t-shirts, so it smells like her perfume. Now I really get what the love songs are talking about. And I just love how I feel.你不攻击我们了，它好像很大哎，这个 pistachio and chocolate 今天选的太好吃了吧，丢丢。现在我们在我们车站，我们在火车站旁边吧。我觉得不好吃。你觉得他是谁吗？你记得他是谁啊？我知道他，他24岁吗？没有啦，这个我们童年呗。它是真的不好吃，不知道怎样形容。我觉得面糊不对，味道也不对，对，整个就不对。哇哦！review 看起来挺高的，就是我们点的那个海鲜 pasta 什么都有，这个的话是 fresh 的 sea bass， tartar sauce 的酱哦，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对，这个应该是 potato 什么的，看起来超级不错，我觉得超好吃。我们现在呢，真的很冷，手在抖的。Outfit， 看，真的冬天都没有躲在沟里的感觉，现在很冷，其实我可以看一下几度，20多度哎，真的，哎呀，还有冷十，很夸张，才20度啊，各位，看，现在20，这大片乌云哦，要把整个门通盖掉。我们现在在等火车回去 Nice， 妹妹进去了，没遇到妹妹啊，超可爱的妹妹。我很丑，我说很丑，妹妹过来拍的，我们跟妹妹的合照，你这样看很好看。妹妹超美，天哪，是不是？她眼睛，她眼睛很深邃啊。哇，今天天气是很好的，它不会太晒，现在是17度，然后一直都是大太阳天，我们今天就目标是不要中暑，然后喝好这个
我的口啊，干了。我想吃一下那个蓝莓饼，我买那个柠檬形状。嗯，它没有很脆，它是有点点软的，就是外面脆里面软。我觉得是像鸡蛋饼这样硬硬的，好酷啊！这竟然好吃哎！这看起来比较脆，面团看起来是软的，你看讲。这样子，我这样子买一包3块钱，有更大包啦，然后就是拿来吃包，好吃。今天是 day four， 是吗？是。我们今天要去 Antibes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有打算要下水的，期待一下我们的泳装。耶！Let's go， 出发。Hello， 我们到了 Antibes 了，晒死了，但是很舒服，比前两天的还要舒服。Yes， yes。我们来这里吃午餐，超可爱，搬了一个大板，一个个跟我们解释，超可爱。还有一个，超 Q。这是我们的。看起来像海鲜拼盘，其实我们叫了两份，一个是 octopus 在这里，然后这是那个 XXL 的那个虾，超大只，他就看到我们要 share， 他就把两个盘拼成一个盘这样。吃饱啦！这个餐厅蛮推荐的，其实就是偏贵，也不用也没有偏贵来啦。对对对，也不是偏贵啦，就是对，因为我们没有很饱，我们没有很饱，我们没有很饿，我们才刚吃早餐。可是，我们本来点一份，他就讲要点两份啦，因为有两个人，也 make sense 啊，可以理解。所以我们就打包了，我们还有一些 potato， 我们把海鲜吃完了过后，很饱死我。服务是很好的，我们是很饱，但是很满足，因为是真的好吃，就是至少它是好吃的。这是老城区，它很多很多这些小巷子啊。我们来吃冰淇淋 gelato， 最爱的 gelato， 那个 lotus 的 cookies 的，然后下面里面的是 mint chocolate。好大风哦！我们先走去前面看看有没有垃圾桶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人里面，这个人很特别，他是有很多个 alphabet 组成。发现那有一个神秘的城堡。他的巴士站耶，哇，我们现在要搭巴士去徒步。徒步今天吃了刚刚那个是 kiwi and coconut 的 kiwi 的kiwi， 我觉得很酸，可是很 fresh， 你觉得好吃？我觉得蛮好吃的，然后我觉得 coconut 比较好吃。coconut
和爷爷撕在里面啊。我们刚刚是在上面这里的 Antip 这边，我们现在下到来这里了。我们现在要走下去，那个海超蓝，超漂亮。出发 ！Wanna be free of this heart, yeah. Wanna feel your arms around. I need you more, easily, more than I would like to admit.Let's forget about tomorrow, yeah. Should I hide away forever? Should I close my eyes and never again hold you tight, call you mine, think about you every time? I remember that it's over, yeah. You never break, you never lie, you're never ever scared of the dark.我们非常厉害，我们从这里就走来这里中间了。现在我们要速上去，在这里看日落。我们走从海兽那条路这样走下来的。我们很厉害，现在来海岸线要把头发绑起来哟，要绑稳一点。可是披头散发，直接披头散发，可是会有可能会很热。我们现在要走里面的路，然后去。下一个海边，然后我们需要走半个小时去第一个海边，然后再多半个小时去一个看日落的 point， 然后从那里直接坐火车回家。哇，师傅。我叫的这个的话是 pancake， 它是咸的，它有那个鸡蛋跟 bacon。芊芊叫的是 omelette， 耶、在去这花卉市场路上菜鸟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赶不上。我可以看它关门。今天天气超好看，哈哈哈，超棒的。啊，在关着了。草莓们。哦，原来是国王来吃过的草莓。吃的日本餐厅排队啦，对，这看起来很不错哦。我们叫的卡拉鸡，这是这是拉面，什么阿布伊拉面，他们的招牌拉面，然后我们叫的是 XL 版的。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样看。
刚好。阿雪，你讲话。